所以已经很清楚，报道书和纸条的影像是今日的福音的题目。耶稣说，我是报道书，你们是纸条，纸条如果不扭聚报道书，如果绑自己，不能结果实。耶稣继续说，那主在我内，他就结出许多果实。所以信息都是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保留住在基督内，如果我们同天主同耶稣基督保留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就会结很多果实。我们知道，一个枝条如果同树干分开，表面上或者为仲为一段时间好似仲有生命，但是不是很久之后，它会开始枯干，且晒到死。所以我们都是一样，跟耶稣基督的精神和耶稣的生活分开，离开天主的道路，我们的信德都会越来越软弱到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如果我们看清楚报道书的影像的例子，我们会留意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，我们要承认报道书不单只有一字树枝，报道书有很多枝条，所以是所有的树枝一切算是一棵树，一字树枝不算是一棵树，一棵树。所以我们都是一样，一个信徒不算是教会，不算做是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，教会是信徒的团体，教会是基督号召的身体。耶稣说很清楚，他自己是那个号召身体的头，还有我们信徒是肢体。所以一个肢体无论如何坚强，无论如何健康，都自己不能够自己做全部身体。我们看下在今天第一遍读经里面，我们看下怎样保罗都很快明白这一件事。保罗是大马士革路中遇见复活了的耶稣以归化，然后保罗知道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不会完全如果他不加入教会团体，如果他不勾结其他的信徒。所以因此归化之后，保罗即刻去耶路撒冷，想遇见其他的门徒，想和他们勾结。真是可惜，当时发生了一个问题，一个误会，门徒怕保罗，不相信他是真的信徒，真的门徒，
佢哋以為啊，呢、這個人好大嘅可能佢炸大啦。佢想認識我哋，然後捉我哋啊，好似啊，佢哋聽到以前佢都保羅都有咁樣做啦。所以佢哋唔歡迎佢啦。都啊，有啲人都想有打算殺害保羅。哇，好慘啦嘅情況。好在當時有一個門徒啊，佢嘅名係巴爾納巴，幫保羅接待佢，而解釋俾其他門徒聽保羅歸化嘅經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當時係耶路撒冷教會嘅團體發生嘅問題，係我哋教會團體到而家所遇到嘅問題，所遇到嘅試探其中一個。乜嘢試探呢？乜嘢問題呢？係封閉自己嘅試探，是不能够欢迎在我们中间不能够欢迎陌生的人的试探，是望住我们不认识的人，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无权加入我们的团体，好像他是伟人，好像他不可以得到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嗰陣時，滿到對保羅嘅懷疑嘅驚，有時我哋都遇到咁樣嘅問題喺我哋中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按照天主嘅計劃，耶穌建立咗嘅教會唔係一個封閉自己嘅團體，相反，是应该是一个欢迎所有的人的教会，应该是一个所有的窗、所有的门都时时都是开，能够欢迎所有的人。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曾经有说，我哋嘅圣堂嘅门应该时时都打开，所以假如有人因圣神嘅感动嚟寻找天主，佢会面对封闭嘅门啦，因为我哋嘅门时时都会开咗啦。所以为得到呢一个目的，在我们中间，现在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需要多些相似巴尔纳巴的人。用什么意思？需要人能够同一个很漂亮的笑容，同一个很温和的态度，欢迎和接待新的人、陌生的人，欢迎和接待第一次来我们的圣堂的人，因为上加入我们的团体，上勾结我们了。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面，圣约望讲好清楚，兄弟姊妹，我们的爱不可以只用愿意说话，不可以只用口舌，我们的爱要用行动和事实。在这一个复活期里面，我们求天主继续拜献圣神，令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好似耶稣希望的教会。阿们。